14日晚上 ，KBS 电视剧《Suits》中映宴在首尔市永登浦区某餐厅内举行。当天，该剧主要演员张东健、朴炯植、蔡真安、高胜熙等悉数亮相，现场更是不少粉丝前来应援。特别是两位男主角张东健、朴炯植人气超高，一出现便引来尖叫声不断。演员们到达后都停在特定的位置供记者拍照，期间还不时跟粉丝挥手问候，礼貌满分。据悉，电视剧《Suits》大结局将于今晚播出。相关视频，韩流第一线，韩国报道。